既然我们已经来到高雄了，我们就要接地气。来，属于高雄的亚洲蹲。我等是你早晚对我无认知，我等是你爱我的心无欢迎。I'm sorry， 交通哪会这乱？拢是怪我。谢金燕。喜欢姐姐多久了？国中。你现在才高中吗？啊，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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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国中就喜欢我了。对。为什么喜欢姐姐？因为有会唱，有会跳，有辣。又拿两座金曲奖。既然我们已经来到高雄了，我们就要接地气。来，属于高雄的亚洲蹲。我等是你早晚对我无认知，我等是你爱我的心无欢迎。看我笑到最后心冰冰冰，感情苦情话讲甲无地无理。我等是。他女朋友气到想要跟他分手，但姐姐就安慰他，我说：“女朋友，你不要生气，姐姐呢不会跟你的男朋友交往的。”姐姐请你看演唱会好不好？当姐姐决定8月20号要在高雄巨蛋的时候，我就担心他们两个会不会已经分手了。结果你们知道怎么吗？他们分手了吗？没有，他们两个结婚了。而且我要跟大家分享，这两位结婚的就坐在我们的第一排正中央特一区的一号，你站起来跟大家打个招呼一下吧。姐姐是不是信守承诺？